好，欢迎来到993。换什么衣服呢？上午的衣服不好看就换掉了啊。然后欢迎大家来到993，全网既专业又有颜值的舞蹈频道。左上方有一个五星我随嗨翻天的预约通知，大家点一点。右下角有一个直播时通知我这个白框，大家点一点。麦序一号麦和二号麦的关注，大家点一点。求场控老师把所有叫大脚的，什么无敌大脚的、大脚老婆的，给我拖出去斩了。一顿暴揍，行吧，这衣服不好看，这衣服这么穿好看。行，我们先来跳个舞蹈吧。哎，我决定了。哎，行，先别展，等一下，这样。不知道大家看完一个舞蹈之后，会不会对我有其他的看法？那个，我决定了，要用一个舞蹈来征服你们，争取这个舞蹈跳完之后公屏没有人再喊大脚龅牙，永远都在喊美女，给我走着瞧。好了，胜败在此一举，就看这个舞蹈能不能征服你们了。到时候记得配合我，千万不要喊其他的了。你们要记得，你们被我这个一个舞蹈征服了，变傻了，只能喊美女了。帮我扣个666，谢谢。啊哈 ，Hey boy，Come on baby。Hey!
怎么样，孙子们，有没有其他的想法？有没有其他的想法？要不要给我走一波？什么东西啊？大早大早有病啊？我们有毛病呀？这日子没办法过了。你们也太狠心了吧？减肥成功了呀？我没有胖过。你们这是在逼我，没办法了。给我叫个女神，快点！我给你们一分钟时间考虑，十秒钟，快点叫个女神。啊呦呦呦！哎呦，我看到了公屏的规矩哥，哦，这么多人叫女神。哎，我想了一想，既然有这么多人叫女神，虽然还是有很多人不识时务，但是看在你的面子上，我把他放下了。哎，我告诉你，谢谢叫女神的大哥。不然的话，我跟你讲，打死我都不会放下的。下一个舞蹈咱们跳什么？老太婆，女神经，我呸！臭不要脸，讨厌！你才是女神经呢！有个大哥私聊我50000一晚上，考虑吗？这么高的价位。大哥在我直播间从来没有这么高的价位，他们都问我300行不行，不行拉倒。不过我猜你的兜比你的脸还干净，还50000一个晚上，真是的，讨厌。下一个咱们跳个什么呢？下一个跳个什么呢？嗯，有了，下一个跳这个吧。累得我扎个头，一天扎个头可费劲了，累得头皮都疼。哎，兄弟们，帮我把公屏666走一波啊！快点，刚才那一个舞蹈没成功，现在换一个，跳这个。
wants me for the love. Yeah, you make me so blinded. Oh, 내게 혼자 Won't you be my love? 谢孤月哥，谢谢大家给我扣了六，谢谢你们，叫你踢我牙擦酥，你有病呀！처음너를봤을때도난아니야아니야처음보는소리쳐도谢谢美丽姐，感谢大哥送的天使。唉，伤心啊！哎呦，哎呦呦，心好痛！你们老是叫我牙擦酥，叫大脚。哎呀，不行，兄弟们，胸好不是心好痛啊！头晕，眼花。如果这个时候有人能过来夸我一句的话，也许我就好了。夸一句可能就好了。哎呦呦，心痛哎！不夸拉倒，不用你夸了，行了吧？真是的，哎，在没有人夸我的时候呢，我就会去找我妈。我们家唯一能夸我的人就是我妈了。你们不夸拉倒。打个广告，右下角直播时通知我这个白框，帮我勾一下。哎，哎呀，我夸到大哥了。右下角直播时通知我这个白框，大家点一点，头顶有一颗黄色的爱心，点一点啊！谢谢麦序一号、麦二号、麦的关注，点一下，点一下五星左哈三天的音乐通知。现在，你们夸我还来得及，快点。给点面子，求大家给面子，这好歹也是官方频道，是不是？这还有其他主播在呢，用你们形容美女的词汇来形容我，快点，乖。行，不用再说了，你们让我颜面无存，你们这群讨厌鬼。跳个舞蹈我就下去了，跳着跳着我就下去了。别忘了手机用户点头顶那颗黄色的心，电脑用户点右下角那个勾。伤心，跳这个啊！爱你们，你们也爱我。